位即将开学的准备好了？好，让我们用准备好的心情，然后我们学习的工具笔跟笔记本。好，那我们用。好 ，OK， 线上朋友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请倒数，五、四、三、二、一，欢迎主持人，各位主持人，小番茄。我们刚现场就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有马来西亚的朋友，有越南的朋友，啊，还有中国大陆很棒的领导人，啊，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不管是我们或者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跟我们一样，啊，很期待听到今天晚上的分享，啊，那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很简单，东城破晓的晓，小妹的妹，啊，那我相信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寻找生命中的北极星，对吗？对，啊，所以在这之前我很想分享一个故事好吗？以前呢，大家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国粹是什么吗？啊，就是打麻将。好，所以你知道有一天呢，就有两只蚯蚓，当然因为他们就想要打麻将，但是因为只有两只，啊，打麻将是需要四个人，对吗？好，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就在想怎么办呢？我现在只有两只，但我还少两只，啊，他们就突然想到他们自己身上有一个很棒的能力，叫什么？对，再生能力。啊，所以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就分别走进了厕所，然后就期待待会出来的时候一只变两只，对吗？因为这样就可以凑满四只打麻将。啊，结果没想到突然呢，就是一个蚯蚓真的进去之后，哎，带了两个蚯蚓出来了。啊，就是一加一，因为他把自己什么，啊，就是切掉了，哎，刚好再生了一个。结果后来发现呢，因为他们一直在等，说另外两只怎么还没进来，等了好久哦。结果都没整到，结果做什么呢？他就进去把门打开，后来发现那一只蚯蚓死了。然后你知道所有人都好期待哦，就是很好奇为什么呢？啊，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他切的方向不太一样。好，大家知道蚯蚓切哪个方向能再生吗？今天是个生物课程是吧？啊，就是你知道吗？长得不像没重要，大家一定要有点想象力，知道吗？好，然后你知道第一只蚯蚓怎么切？啊，横切没错，所以它可以一只变两只。好，那大家知道第二只蚯蚓怎么切吗？啊，没错，它也直切了，因为它只知道要切。好，但是不知道切哪一个方向。啊，这个你知道吗？哈哈。嗯，所以很期待的四个人，四只蚯蚓打麻将，到最后还是只有两只。好，所以啊，真的老师讲一句话，是不是很棒？就是方向不对，是不是努力白费啊？啊，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努力，期待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对吗？好，但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好，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走出来去学今天这样子一堂课？好，是不是很感动？好，所以你刚才一句话讲得很棒哦，我很喜欢。今天的主讲贵宾泽佩哥哥讲的一句话很棒。他说所有的运气都是努力必然的结果，对吗？对。好，所以我们都知道，不管在哪个行业，好，做什么，当老板都需要非常的努力。好，因为努力是什么？好，必然的是基础的条件。好，但是方向是不是很重要？好，因为至少方向对了，是不是就不怕路遥远，对不对？你知道吗？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好，因为今天的主题叫寻找生命中的北极星。好，大家知道这个主题从哪里来的吗？好，这个主题啊是2015年的时候，好，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华盛顿大学，大家知道吗？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他们请了一个 Apple 的执行长，叫什么？对，好，你知道吗？叫库克。那个时候，对，讲不是年代不一样的，就过去了。好，那个时候就是库克。好，那当时候他回到就是华盛顿大学演讲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主题就跟今天的主题是一模一样的。好，就是寻找生命中的北极星。好，真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说只要你寻找好自己的北极星，找到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只要让他带你的人生前进，好，你的梦想一定都能实现，你的目标一定都能完成。好，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突然不管你念哪一个大学，好，不管来自于台湾大学也好，好，来自于哪个大学都不重要，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有的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一个成功人来培养，对吗？好，所以你知道吗？啊，我新知道最近台湾啊，有没有跟我一样，每一天两点准时观看疫情？啊，因为都知道，就是台湾最近疫情真的相对
加温了，对吗？好，所以每天都到两点的时候就准时，你知道吗？上课都没有那么认真，上班也不一定那么准时啊。但是最近啊，大家都会在这个时间点两点准时坐在现场，了解什么？好，今天的疫情，对不对？你知道吗？今天的疫情是全台湾到目前为止人数最多的一天，好，就是已经将近46,000人。好，我相信可能对台湾很多朋友来说，好，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好，从刚开始，好，一段时间清零到现在，是不是都非常紧张？你知道吗？突然之间，好，在想说，嗯，存折都没有一天一万的成长，对吗？好，因为昨天台湾是36,000，今天46,000。然后你知道吗？我一直重复在看我的存折，在想一件事，哎，我的存折怎么都没有多一万？好，但是疫情人数是不是增加了一万？好，所以我相信一件事，大家都在期待更好的未来。好，所以我记得哦，就是哥哥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好，他说疫情来临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他说曾经啊有一个农夫啊，他在农田的时候就不小心啊，就是他的手表掉了。你知道因为那表有点贵重。啊，然后你知道吗？他就有点紧张，就跟所有人讲说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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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手表掉了。然后你知道大家都跟着什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因为人是不是一定会被影响，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当那个人哦一直不断在讲的时候，身边就一直不断在讲。好，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哦，好，有一个农夫就跟他讲说：你们不要再吵了，啊，你们也不要再讲话了，啊，因为你们只要现在静下心之后，就可以找到手表了。你知道所有人哦，啊，静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手表。所有人都非常的什么，都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啊，结果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大家安静的时候，那个手表都会出现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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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响。啊，你们觉得整个这个很有感觉，对不对？很有启发，尤其是在啊疫情时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你知道吗？真的，我们最近有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开始因为接触。啊，然后就开始居家隔离，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一个时间，好、啊、像现在一样可以静下心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对吗？好、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晚上是一个这么棒的学习课程？啊，因为除了静心之外，更重要干嘛？啊，一定要懂得走出来学习啊，因为真的啊，因为每天待在家里是想不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的。好，只会在想，哎，今天吃什么，明天要叫什么？好，所以你知道吗？我就发现一件事，一个人的眼界是会决定别人的心界跟世界。好，所以你知道吗？今天的课程除了我，上台主持之前，接下来会介绍几棒，好，就是哥哥也很好的学生来分享。啊，因为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啊，听别人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一种最棒的学习？啊，就像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喜欢，因为我们只花。虽然很多人都会去讲，现在的电影票越来越贵，对不对？好，从以前可能100块可以看两部，好，现在可能要300多块才能看一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别人花了几十亿或几百亿去拍一部电影，集结这么多的什么心血，好，看了2个小时的电影，我们只花2个小时加300块，你会觉得很值得。好，所以你知道吗？待会好，不只能听到这个我的分享，也可以听到其他各行各业。好，在这个疫情的时代，他们如何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好不好？好，那我接下来第一方要请到，好，我们这次从台南来的一对，哦，不能称小夫妻了，好，因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小，好，就是我要接下来请玉文跟博瑞来分享，你知道吗？他们一个博瑞是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大家知道吗？好，就是大概将近有10年的工作经验。好，其实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好，但是你会发现疫情时代的时候，你有再好的专业，好，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对抗危机，对不对？好，那你知道他的老婆玉文从19岁就走进这个环境，从当时候好只是一个就是学生，好，但他现在已经成为2个孩子的妈妈，他是不是经历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对吗？好，所以待会我们会请他们来分享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好，跟德佩哥哥学到了什么，以及他们现在好人生的方向，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掌声欢迎玉文跟博瑞。好，感谢小丽姐，然后呢，在上台呢，要先感谢就是哥哥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然后也感谢呢，大家就是我们有这么有幸可以坐在现场跟哥哥在同一个空间呢，接下来掌声感谢哥哥。好，大家好，我姓刘，我叫玉文，然后呢，好，
因为我以为我会哭，所以我先笑一下。好，那个，好。然后呢，大家看得出来吗？其实我不太会讲话。然后呢，我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乖的小孩。怎么说呢？因为我从19岁以前还没有来到这个环境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听妈妈的话的小孩。我19岁以前呢，19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台南一步。你知道吗？我最远最远去哪里吗？我最远最远就是去麻豆，麻豆也没有离开台南。我是真的是19岁走进来这个环境，然后跟着大家，跟着前面的小妹姐，然后跟着哥哥，然后呢，所见所闻看了很多事情，然后来这边学习。我当时19岁来，其实也没有觉得安利是一个我很好的机会，我也没有觉得，我也没有看懂，可是我就觉得来到这个环境很好哎，就是可以来增加自己的软实力啊，然后呢，生涯规划、人际关系、工作表达。我就来这边学习这个，但直到什么时候我才发现，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机会，真的是哥哥所讲的哎，然后真的是钱大哥所说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台上老师所说的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好。我当时候是因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学长带我来这个环境。那当时我为什么走进来，他其实就问我说，这边有一场演讲是人际是沟通表是生涯规划是生涯规划，你要不要来呀？那我就想一想，哇塞，这个学长学历这么高，因为他是什么成大气研所的，谢谢你。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学长呢平常眼睛都长在头顶上，怎么会问我我有没有什么梦想呢？那我就说有啊，我有梦想。其实我真的有梦想，我也不是知道我是真的这个梦想是不是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梦想呢，就是我想开咖啡厅，但是我也不是要拿来赚钱的，我就是想要来多交朋友的。那我当时候就来这边就是所见所闻成长。那直到什么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真的就是我生了两个孩子，然后我发现什么，原来租房子要钱，原来缴学费要钱，原来水电费要钱，原来保险费要钱，就是什么事情都要钱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不是只是就是工作这样子，然后而是就是看到哥哥的故事，他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呢哥哥有三大实现。他说，因为我觉得哥哥，他说他是穷人家的后代，但是呢如今呢却是可以带着孩子，就是因为孩子的教育关系，想要带孩子到美国发展，然后因为孩子想要培养孩子，他就可以想要带他他想要去哪个国家，他可以亲自陪他去，不用担心他。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好想要的哦。然后呢这个实现三个实现，就第一个是梦想实现，然后呢不敢想的也实现了，然后没有想过的也实现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当时候坚持来到这个环境学习。那你知道吗？因为不是只有我分享，然后请到我最优秀的老公来分享一下他的为什么会想要来到这个环境努力。当时候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反对我的，因为他觉得我来这边也没有什么生产力，就是来玩交朋友。可是我就觉得这边的老师真的很好哎，然后小妹姐呢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来这边呢、就是看到哥哥跟我们说，我们就是当自己喜欢的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好，我知道以前呢，我就是一个觉得我有准备，我以前就是为别人而活的人，可是在这个环境，我找到我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留下来是有原因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不要浪费哥的时间，我要先交给我的另外一半分享，他非常非常的优秀，做过非常多的行业，非常的有经验，然后呢非常的聪明，很帅气。
对，就是松一下口出去。但是呢，现在呢，我却可以用一个他一个营养的知识去跟他分享说，告诉他说，哦，原来你可以透过营养的调理，哦，再加上按摩的方式，可以让你的身体转换的速度更快。对，哦，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在这个环境可以学习到这样的一个营养知识。哦，那我也非常感谢那时候我在这个环境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哦，因为在德瑞哥哥的一场会议当中，我听到了一句我觉得在我人生下定决心要做的事那一刻开始，就是因为德瑞哥哥大叔告诉我一件，普通人是做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成功人是做该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听到德瑞哥哥讲的这句话之后，深感让我的内心充满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觉得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当初我月收入10万的时候，我只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甚至可以叫我老婆在家不要工作，因为我喜欢。对，但是呢，当我遇到疫情的时候，我发觉到一件事情，原来我的喜欢却不能让我得到收入。对，那时候我就想到德瑞德哥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讲真的，一般人是做喜欢做的事情，成功人是做该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样德瑞德哥的一句话，我下定决心在安利这个环境努力。好，那在这边也做到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最后我非常感谢那当初的德佩哥哥讲的这一句话。之后再来，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参加了德佩哥哥的一场会议，之后德佩哥哥就抱起了我，那时候我带我小儿子来，之后德佩哥哥就抱起了我小儿子，之后还在我旁边跟我鼓励我，那我深刻的就触动了一次，我发觉到我在这个环境我所得到的是并不是只有收入还有保障，而是我可以得到一群全世界的家人。所以我非常感谢德佩哥哥当初的那一席话，打动了让我在安利决下定决心发展的契机。这是我的简单的分享，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国瑞跟玉文的分享。你会发现一件事啊，就像老师常讲的很好一句话，就是在别人身上发生的就叫故事，就像我们听故事一样啊。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叫什么？啊，是不是叫事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跟别人学习，听他们讲他们的生涯规划或者是生活方式的时候，其实人不用做一件事情，只要做会比较就好了。啊，就像老师说好，就是只有大小是不是就知道比较，对不对？啊，比较才知道大小是什么。所以一样的道理，其实啊，刚刚啊，玉文从19岁走进这个环境，他当时候真的只是把这个安利的环境当成一个成长的环境，你知道吗？让他生。好，存有更好的能力。好，但是透过这个环境持续不断的学习，好，是不是也把这个环境当成一个成功的机会，对吗？好，那时候19岁，后来已经变成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好，所以他刚刚讲了一句话很棒，你知道吗？啊，台湾有一种统计叫财务自由等级不同。好，大家知道最低的等级是什么吗？啊，就是你可以食物自由。好，食物自由意思就是说你明天要吃台南的大肠吗？啊，或者是台北的蚵仔煎啊？啊，或者是你可以决定你明天要吃什么？他说这是人生哦最低的财务自由，好等级。好，然后你知道再来第二级是什么吗？好，就是红包自由。好，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好，因为这两天是母亲节。好，你知道吗？有没有觉得自己财富自由等级到哪里了？好，从这两天包给。红包给妈妈就知道了。但是为什么今天所有全世界人都非常羡慕德瑞哥哥的生活方式啊？因为他是最高等级，叫国际自由。好，给哥哥一个热烈掌声。好，就是你知道吗？那我们永远都不会问哥哥一句话说，哥哥你现在在哪个国家？好，更不会问他说，哥哥那你之后要去哪个国家？好，因为对我们来说，哥哥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通过安利这个机会去帮助所有的朋友，好，所以我真的觉得一件事情，哥哥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好，跟最喜欢的什么生活方式。好，所以就像他们的分享一样，你看哦，国瑞因为过去10万块的时候没有危机意识，好，但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来不及了？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走出来学习，因为我们要预备什么，好，未来任何的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有能力，对吗？好，所以你知道健康免疫力要不要在意要啊，因为最近大家最多的话题就是告诉我，他一条线还是两条线？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有对这个这么有感觉啊！我记得我28岁结婚，31岁，怀孕生小孩的时候会去念那个越狱榜，大家知道吗？有些人可能有经验，有些人可能没有，很正常的关系。好，但是你知道通俗的概念就这样子，如果你去越狱，一条线就是
没有怀孕。好，但是两条线就是什么怀孕的。好，你知道吗？通常面对人生这种喜悦是不是很开心，对不对？好，但是你知道最近很多人在关心的话题就是，哎，我也两条线了。好，因为他们可能去快筛，然后阳性就发现他们确诊了。好，但是你知道吗？过去的我只能跟他们讲什么？真的哦，那你要赶快待在家里，好，不要乱跑。哦，你知道吗？一般被政府抓到要罚300,000。啊，你知道可能我就只会讲这些事情，但是因为通过这个环节，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健康的免疫力？就像博瑞现在一样，啊，当疫情期间没有人敢找他按摩的，但是最近大家都在问他，啊，那身体要怎么照顾，确诊了怎么办？你就会发现一件事，这个环境都有教。好，所以你知道吗？这是第一棒哦。好，跟大家的分享。那我接下来请到第二棒，好，因为他们是属于蓝领阶层，好，跟专业人士的分享。好，那我接下来请到一个懂自备的，啊，绝对不是懂西，啊，就是我们先生，不会让你。那我们这个环境的水准也是很不错的啦。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到，好，就是我们的 Abby 大哥来分享。非常掌声，掌声，对。啊，你知道吗？啊，他是一家马来西亚的华侨，很早的时候就来到台湾发展，然后一路做到日商公司的总经理。啊，所以他不是总经，他是总经理。啊，但是啊，为什么要听听他的故事？因为我记得我当时硕士毕业走进安利的时候，啊，为什么对安利这个机会好奇？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总觉得一件事，应该是需要机会的人才来安利这个环境找备胎吧。好，但是我却发现像 David 大哥这样的总经理坐在教室跟我们一起学习。好，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安利一定有什么是我不了解的东西。好，那不然今天他在传统的收入这么高，好，如果安利不能够给他白天更好的，好，那你相信他会辞职做安利吗？好，肯定不会。好，但是接下来要请到 David 大哥来分享，我们就是借用成功人的眼光来看这份事业。好，而且透过他的分享，好，他也会来告诉大家跟德惠哥哥身上学到什么，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 David 大哥。谢谢宇哥对我的分享。这样虽然我在做总经理，但大家都会发抖哈。今天看到何北两个坐在现场，我真的好紧张。何北好像都睡不着。何北两个要听我讲分享很可怕的事情。这不只是家是在什么吗？在上台之前我自我介绍，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侨，我的名字叫顾松光，大家都叫我 David， 好，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Ho。所以大家都叫我 David， 他们都说我叫 David 哥这样叫我。可是我在德惠哥哥身上看到了什么？这德惠哥哥是一个很自由自在，思想观念都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没有脾气，第一个哈，第二个他看人就是笑笑的。我第一次跟他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发现说他歌声太好了。我们再来唱一首歌哈，分享。对，在德惠哥哥身上，我看到的就是真的是人生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以前在做总经理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没有那个今天要飞哪里的烦恼，因为公司都会派我出去飞来飞去，所以我以前的交通工具就叫飞机。我以前小时候我有一个梦想，躺在地上看到那个很穷，我小时候很穷哈。家里都很穷，有很多兄弟姐妹，那还最小的。那我很喜欢躺在地上看着天空，很喜欢看云，因为云飘来飘去。我说啊，老天爷，有一天给我能够飞得多好。然后我到后悔了，每天都飞，对啊，我看着你后悔，我跟老天许了这个愿，你可以飞，我不要飞。我到那控制的时候，我跟老板讲，你不要叫我飞了，我不想飞。他说你不飞怎么行呢？我说不用飞啊，用电话讲了就好了。他说行吗？我说行。我真的3年有在实现3年的公司，我不出去，我就是用视讯的方式跟大家通电话，跟大家讲那个内容。然后我告诉他们，你不要跟我讲过程，跟我讲结果就好了，好还是不好？不好，继续努力。他说你这个总经理完全都不会问我们过程怎么样。我说我如果给你过程知道怎么做的话，那你就没有成长了。这是我给他们的一个
无尽的压力哈。因为我不会跟员工们发脾气，我也不会给员工们你要做多少的目标，因为目标是你自己去定的。你跟我定给你的话，那我要给你薪水比较高，你自己定的就不用了哈。这就是传统行业跟安利的行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环境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有个平台可以让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自己的一个人。我除了组织这一块，我还没有特别的厉害。特别的真的是人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一点要学，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在我们做业务也是一样，你看到了客户他就是神，那客户不对的时候你就是鬼啊。那我都常常跟客人讲，在鸿海集团的那个我曾经在鸿海的公司里面去讲了一个总经理，他说我出钱啊，我说你出钱鸟大。所以他就很生气，那我跟他讲说，你出钱的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够无理的要求，合理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给你，但是无理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不会给你回馈，因为我不喜欢回馈这件事情。所以没有人敢跟鸿海的总经理讲这种话，就有这个天不高地不怕的人不乱讲话。对，就是在传统行业里面，在传统行业里面呢，我是遇到的就是互相斗争，这是真的啊。你就是我呢是一个很奇葩的，我不喜欢做总经理这个职位。我进入在公司的时候，他就叫我当总经理，我说不要，因为你不是台湾的公司，你是日商公司，不管怎么样，你要派一个日本人过来。所以我在这家公司换了八个总经理，我第九个，我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话，你叫我当总经理，我一定会离开，我真的离开了。所以因为我不喜欢管，老实说，真的不喜欢管，反而是最累的一件事情。那因为员工这么多，你要去管那么多的员工很累，所以我的原则就是我管一个人就好了，我只管一个主管，其他人当主管就管别人。只要跟我报告就好了，那我不看什么，我看数字而已，你跟我讲什么内容都没有用。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第一次是在那个大会的时候听到陈老师他讲了一句话，伸手出去是跟人家要的东西，你何时能够把你的手心向下给别人，这句话真的有打动我的心。那时候前科认识我已经那时候第三年第四年，他邀请我去那大会的时候，听人家讲话好累，我天天都在听人家讲话，他去听陈老师讲话，这个人到底是谁呀？然后听了之后才说，哇，这陈老师的那种想法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陈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他不管处人处事也好，不管哪一句话都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带过，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去思考的这一件事情。我在陈老师身上看的就是无限的光芒。那他的生活方式，我刚开始我是不想往，因为我怕他好累，每天都这么忙。可是他现在看到的陈老师是，他忙得很开心。我现在也是，虽然退下来了，从十几万的薪水到零，我离开的时候是真的零，就是传统行业就是零。那我在我身上就我对钱没有感觉，这是最大的危机啊，这是最大的危机。我的钱多也好少也好，对我来说我只要过得好就好，这是我的一直以来的一个观念。我就跟钱哥讲过一次，我说我很怕我的这个方式的人会带动一些人不会起来，因为我过得太轻松了，然后真的过得太轻松，因为我没有危机的人。我现在有一块钱我可以花一块钱，我现在一百块我可以花十块，我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不会说我有一百块我是花一千块的人，所以我会跟着环境去生存的人。对，大家都看我穿得很好看，自己说很时尚，可是这件裤子才650哈。对，东西不一定要买好的，但是就是要穿的你觉得对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这是我自己一直来的一个观念。
自己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也就是一个人嘛。那你如果懒惰，那就是再穿再好的名牌在身上也是垃圾。在这个环境里，真的是各位哥哥在过年的时候，那时候过年嘛，那是红白春秋的时候，然后就各位哥哥在那个世界里面这样的把我扛起来了，我都被这一捧，我都不知道这个风筝要怎么飞哈，因为也还好的那个几人大哥在下面拉着那条线指引着我飞来飞去。但是我在几人大哥身上学到了，就是他真的是很会带人，真的很会带，但是带一个我这个还没有起来的一个人哈，所以我在努力的继续的加油，做到2689这一块，谢谢。啊，有没有觉得真的从他每次讲他自己故事都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感觉？好，但是真的传统老板再好，好，但是我们不一定好。但是老板不好呢，好，就会发现呢、啊，我们肯定不好。好，所以你看嘛，过去的他一辈子都在帮老板实现他的梦想，所以我们常问他说：“戴季大哥，你在哪里呀、啊？”啊，我们通常在台湾很难约到他，我们都是在菲律宾、新加坡，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知道那里有老师的大会，也有别的大会，你一定要去参加。就让他们这一段时间所见所改变之后，他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不只可以成为一个手心向上的人，还可以成为手心向下的人。啊，你知道通过这份事业啊，他开始给身边人很多机会，然后去做很多很基础的事情。就像老师说，今天一个传统，我在另外一个山峰的山上。好，要到另外一座山，是不是要先下山？好，所以我看到这个大哥哦，真的，当他下定决心要从事这份事业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很战战兢兢的学习，好，把每一场学习都当成最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就是很乐于去把安利这个机会跟别人分享。啊，因为过去他是总经理，我们认识他也进不了他们公司啦，哈，因为他要会八国语言才可以，他本人只会国语跟台湾国语，啊，所以你知道吗？他说他的员工都国难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他的领导，好吗？好吗？好，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件事情啊，好，为什么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你的感触好特别喜欢哦。他说，你知道吗？大家都想招财吗？好，就是日本有一种招财猫哦。好，然后哥哥就说，你知道招财之前要先招人喜欢，你知道吗？哥哥就是我们全世界，好，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样，每次跟哥哥的相处就觉得哥哥真的太招人喜欢了，对不对？啊，哥哥的一句话，哥哥的一个鼓励，哥哥的一个眼神，都会让我们觉得安利这份事业真的不是只有钱。好，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安利大哥在白天也可以赚到钱，好，但是钱以外的事情是不是透过安利事业都可以慢慢实现？好，所以你知道吗？我们都在跟哥哥学习。好，因为哥哥就像水一样，好，水到不同的容器当中，它就会变成不一样的形状。我就觉得哥哥在跟每一个人相处的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舒服。好，所以你知道吗？大家一定很羡慕我们，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在现场跟哥哥距离就是社交距离有了，我太社交了哈，全世界人都太需要他了。好，所以你知道吗？大家都很羡慕，我知道，真的。好，但是我也很羡慕我自己。所以接下来，好了，我要请到第三棒有强大哥来分享。好，你知道吗？过去的他啊，就是他曾经是一家创业的老板，因为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份企图跟不甘心。好，都知道不可以帮老板打工，要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好，他也创过业。好，但是好，创业真的不是他所想的。而到现在他是一家公司的什么，就是他们公司有400人，他是一家部门公司的主管，但是他透过这个环境看懂之后，他每会遇到的学习，好，我相信先是舍得舍得，啊，有舍是才有得，所以因为他每会遇到利用业余的时间走进教室，所以你知道他在1月份的时候啊，你知道吗，透过帮助别人健康变漂亮，你知道他在安利这份收入啊，也大过于大概跟他白天的收入是一样的。好，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天，对不对？当晚上收入大过白天的时候，他可以把老板摆了。好，所以我们也来听听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们热烈掌声欢迎有强大哥。感谢小面姐哦，感谢德惠哥哥，好，感谢各位给我一个分享的机会哦。那我先为不认识我的做我自我介绍，我姓王，有没有的有强壮的强哦。那
为什么我没有带稿子、啊、因为我发现写的跟站上来讲的都不一样、啊、即便昨天晚上到现在做了太多准备，我发现前面几分钟都没看过、啊、那我想说我也算，反正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嘛。我觉得自己的故事就是真感情就是好文章、啊、那好、啊、那我非常，因为明天就母亲节，我一定要第一个非常感谢的是我的妈妈、哦、那祝她母亲快乐。那第二个我也非常感谢，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就是我的太太、哦、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哦、因为当初我走进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跟国瑞大哥一样，但是我没有抓他，因为我惹不起我老婆、哦、因为真的跟你不一样、哦、因为我这哎对，像那个地位不太一样啊，因为如果来过我们家都知道，那碗刀都是我洗的嘛，好、哦，那好、哦，这是这样。那我当初会来是因为我看到我太太来到这个环境三个多月，她不断的影响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以为然，好、哦，因为当时的我这工作很忙，那我也觉得很好很棒，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我觉得这种地方你去就好，女孩子去蛮好的。好，那其实我最主要就是看到他有一个改变。我刚不是讲说碗都我洗嘛，然后最大的改变就碗他洗。好，不用笑了，他洗那没事而已。好，那因为那么一次，我就觉得他改变了，而且他很好影响，没办法。哦，我太爱我老婆，他难得洗碗了，真的。我看到他的改变，我开始相信这个环境有什么。那我走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反对他三个多月，但我也没有说很支持或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不以为意。好，但是我走进来之后，我发现这里跟我过去所想的案例不太一样。好，那我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过去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就是百分之社会上80%的人，就是我们学校毕业之后找一份工作，然后一直努力的想干掉刚刚上一方的分享。好，大家去猜是谁，我不好意思讲。其实我目标都是一样，就是我毕了业之后，我想要一直往上爬，爬不上去跳一间公司再往上爬，而且跳得不好就掉下来、大概是一种循环。那我也是，那我相信80%的都是这样。那我学校毕业就是一直很专业在做我的专业这块，那也混得还可以，做到一个部门的主管。但是过去我的规划里面就是我要不断的往上爬，干掉很多人，那甚至我要想办法让老板赏识我。我从来没有一个想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经营去思考，因为我过去就两点一线，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我疯狂的热爱上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疯狂，我很喜欢上班。当时，但是我来到这个环境学习之后，我跳出了那个框架，因为我曾经在中国大陆做过一个生意，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发现上班真的是不能自负。我其实我跟 David 大哥的差别就是他等时薪3000，我时薪300，但是我们没有上班那一天他领，我也是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在这边听到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管你在传统行业再怎么优秀，你的时薪只是暂时的比我高，当我们有一天同时退下来的时候，你跟我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谢谢 David 大哥、因为还好这个环境熟，所以我才可以没有，不好意思。反正我后来有这样的思维之后，我们创业，我才知道创业是可以让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在经济工人收行为加干单、真的创业之后，我们那时候卖了一些东西，也做淘宝，很忙哦，中午真的睡到自然醒，睡到12点，然后开了店之后晚上做到12点，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日复一日，然后看那个收入也没有增加，然后那间店也不怎么样，后来也就开，反正就是后来也开倒。那我很庆幸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觉得创业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那我也想要更好，一直没有机会。所以我太太邀请我来的时候，我虽然反对她，但是我先好奇，我有一个求证的心。那我发现这个制度真的好像可以什么，那我就开始去了解。那我也去比较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说这里的创业跟传统创业的差别，第一个没有本金，真的是没有本金，你只要愿意投资自己的学习跟相信。那再来呢还有什么，就是说过去的创业你都要摸索，就很多人你要摸索，你要怎么，人家做淘宝你也要怎么做淘宝，人家卖这个红枣可以卖3块钱，但我拿货就拿3块钱，他到底怎么卖的你也搞不清楚，你要一直去想。但是这个环境很简单，你只要跟着成功有成功事实的领导，像德贝格这样，就是哇，一个人生的终极站，原来这个行业可以这样子哦。那我们就是往这个地方去看，因为你也看到成功的事实，那又有人愿意教我们，
我们只要跟着走就好。所以我就发现两者相比容易多，而且没有本金，也没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就认真的去投入。那我会看懂那个点其实没有什么，其实我当时很想要从事，其实我不是为自己，我就想为我的那个亲爱的老婆，我只是想说我只要做同章就好的那个，我梦想很小，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开始来我就一直跟我老婆讲说，欸，我也是叫老婆不要上班，但是我目标是我要做同章。然后我叫老婆，因为同章一个月大概3万到4万块嘛，那，啊，我们去找一个工作了不起3万到4万块，那你就不要上班啊，是他就可以在家里。我就觉得，欸，这个男人做的也蛮不错的。好，我刚开始来梦想真的就这么小而已，没有什么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真是这么一点点，这么一点点的起心动念我就来了，然后我就愿意去从事。好，那我觉得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感谢钱大哥，很感谢他给我们的一些会议，好，让我有一个突破点。好，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已经来一段时间了，好，来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曾经就是也有跟着我们的一起来的朋友，那我们当初给他的承诺好像也快要过期了，好，比如说德贝哥哥一直想去花莲这些事情，啊，其实一直是我心中很大的阴影，好，是不是？真的很大阴影，就是说压力，对，压力很大，真的，我很怕，就是反正就是这样。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曾经信任过我们的，现在还相信我们的人，我们到底能够跟着大家一起给他们什么？那我在这个点突破之后呢，很感谢当时的一些螃蟹，然后很多的伙伴，一些领导人给我们的资源，然后我们就开始互惠合作，然后真的就像德贝格在讲，一定要深入家庭，然后一定要分享产品，一定要让人喜欢，然后一定要去陪跑市场，哦，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很落实务实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做到上天都会帮你。我很记得一月份在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长了一颗痘痘，我还拍下来，我说原来这就是拼目标的感觉，真是。哦，那会不会拼完之后它就消掉？你知道吗？哎，真的拼完就消掉了。各位，你知道吗？这感觉很兴奋。那可是做这个目标的过程，然后你是很快乐的，因为你每天都在帮助这一个人，他在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哦，我不是去推销这个产品，告诉他你一定要买，你要干嘛？不是。疫情当下大健康的趋势，你想换一些营养食品，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空间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净水器对你的好处是什么？那你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愿意去试着换一些产品。那也感谢就是团队的合作，然后会议的帮忙，然后大家互相，那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子，就是说也是连滚带爬了。那我觉得很感动。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环境就是真的是有人教有人帮，哦，只要我们愿意投入学习跟相信这样子。哦，那我觉得最后呢， 我就分享最后我在这边最后的一个故事做总结，就是说我自己的总结啊，就是说我觉得人生真的就像德贝哥哥讲，就是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你现在，什么望尘莫及，我现在日积月累会成为别人的望尘莫及，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这句话我一直很有印象，然后在学习的话时候都会听到望尘莫及，我永远都要让人望尘莫及，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日积月累，但是最重要的是真的是要日积月累做每天的日计划，落实的去做每一天该做的事情，那其实真的才会有人望尘莫及我们啊，不然真的没有日积月累不会有后面这段。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更务实落实要做每一天的事情。那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尤常大哥的分享，啊，真的从他的生活故事当中是真的能够去体会，啊，传统真的是就是做的时候有，啊，但是没做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就像他刚才说的，啊，你当然总机跟总经理都一样的，啊，只是后面薪水多一个零，啊，大概差别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放下白天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了，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份事业最棒的一件事情，就像很多人在想，就是安利到底是什么，我就觉得刚刚就是有传大哥讲的非常好，其实安利就是赚解决问题的钱，解决别人生活上健康美丽然后财富的问题，啊，就可以创造收入，我觉得这是安利事业最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像这份事业真的是有人教有人帮，在他完成自己目标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群人做一件事啊，但是白天的他，啊，一个人要做很多事，啊，但是透过这份事业，啊，他的事业也可以慢慢发展到很多地方去，
好，我相信一件事情，这就是爱丽世界最棒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大家一定过一样都非常期待的为哥哥分享，对吗？对。但是啊，我觉得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人不需要常常被教育啊，但是需要常常被提醒啊。今天的主题叫做寻找生命中的北极星，对吗？啊，我觉得有句话讲得很好，他就说啊，北极星就是当人们失去方向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你只要躺在，你不要躺在草原上了，啊，就是你知道吗？你可能就是望着星空，啊，你到找到北极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方向在哪里，对吗？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知道，今天要往东往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你的人生该往左还是往右，啊，其实生活的结果就是一连串选择所造成的，不是吗？啊，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啊，今天要走进这个环境跟德佩哥哥分学习，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哥哥在安利这份事业是不是做到顶尖，对吗？啊，你知道吗？安利就是365行其中一行啊，啊，但是能够在一个行业做到顶尖成功，啊，哥哥的成功不是只有台湾成功，啊，也不是只有某一个国家成功，啊，哥哥的成功是全球性的成功，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哥哥今天能这么成功，啊，他的想法跟观念是不是跟我不一样？啊，所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当疫情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很担心未来，对吗？好，就是有想法，但不知道办法在哪里。好，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听德佩哥哥分享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疫情来临也好，好，人生处于低潮期也好，好，或者是现在没有方向也好，我们都能够透过哥哥的分享，找到生命当中的北极星，对吗？好，更重要的是哥哥是不是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告诉我们方向？告诉我们如何未来可以人生过得更好。好，所以接下来有一段影片，好，要介绍哥哥喽。好，哥哥哥。
惯啊，接下来的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高啊，大家呢不要被这数字吓到，好不好？好，各位，就像刚刚这个小妹在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很棒，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大小，对不对？啊，各位，你知道我是从一个一天100多万的国家来到这里，所以4-5万是吓不倒我的。对，所以安利事业也是一样的，各位对吗？啊，如果说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事业有多好，你就不会被小小的挫折所击败。啊，所以我今天听我们这个博瑞跟玉文的分享，哈，哥哥就觉得为什么这对年轻人呢是这么的棒？啊，各位，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安利事业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非常非常少。啊，那很多人他进来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我今天听到一个我久违了的那种，不能说不喜欢哈，只能说很骄傲的一个分享，就是我们 David 哈，啊，他说，你看，他说，我不喜欢当总经理，结果我就做总经理了哈，啊，我不喜欢赚很多钱，结果我就赚很多钱，就是，这种分享我们不能说讨厌了哈，但是呢用骄傲来形容他哈，特别是在这种现在疫情的情况底下，这种有点像是在讲风凉话，各位可以看啊。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 David 他能够做总经理呢，其实我从他身上呢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各位你知道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在公司里面呢，就是他是在一个很高职务的人，他一定是要特别厉害的人。啊，我觉得当然他一定必须要具备他的某些专业能力啊，他也要有他一定的这个才华啊，但是我觉得性格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 David 呢，他不想要的东西呢，但是却人家偏偏要给他，因为他的性格非常好啊，就是他，你听他整个这个分享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我们非常喜欢 David 这个人，各位对吧？啊，因为你感觉他是那种怎么讲哈，就是对人是没有伤害的那一种啊，就是你反正你跟他相处呢，你就会觉得是非常的愉快的啊，然后好像那种与世无争的啊，各位，所以大家有听过有，就是我们从小的有一个那个不能讲成语了，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各位对吧？啊，就是呢，就是两个人争来争去，结果那个其实没有什么想法的人他就得利了啊，所以他就。啊，我不晓得这样分析 David 坐上总经理的位置是否准确的，但是我相信呢，啊，任何一个职务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啊，就像我们永强讲的一样，各位对不对？啊，从他出社会，他的目标就是设定他要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啊，爬到不能再爬的时候呢，他就换另外一家公司，再从基层再一路的往上爬。啊，各位，其实社会的这个游戏规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对吗？啊，所以其实我们不要特别去羡慕某一个人，说哎呀你怎么能够这个样子，或是你怎么能够这个样子，一定是有原因的，各位，一定是有道理的，各位对不对？啊，就像大家看我们玉文啊，好像他19岁进来啊，但是呢为什么他现在可以在安利里面找到他自己所想要的，各位，是有原因的耶，各位对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玉文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当时他没有把安利当作事业啊，可是他就是觉得把安利呢当作是一个学习的环境，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成功，就是他那时候已经知道学习比爱情还重要了，各位对不对？要不然他不会把我们博瑞丢在家里面，博瑞就是他的爱情啊。啊，玉文，我不想我这样讲完以后，你们就突然觉得自己那个形象高大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不是傻傻的，他19岁就知道学习比爱情重要，对不对？因为大多数的女生是爱情比什么都重要，各位是不是？啊，就是好像拥有爱情就有了一切，对不对？好像失去爱情的这个世界就不值得他留恋了，各位是不是？很多的女生的思维是这个样子，各位对吗？啊，那各位你看我们博瑞也是非常棒，好，各位其实你知道他的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啊，所以我刚刚也把博瑞讲的就是形容他那个职业的那段话，哥哥也特别记下来啊，因为以后如果哥哥遇到你的同行，我就把你这句话送给他
啊，因为这就是一个失业的危机嘛，各位对不对？虽然在高薪啊，就是各位，你不要说十万在台南是高薪哦，在台北也算是高薪的吧？各位对不对？啊，所以可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各位是不是大家就不敢去了？因为你按摩，各位有人是在户外按摩的吗？啊，没有吧？对不对？按摩师大家都按摩过。都是在密闭空间，对不对？有人跟按摩师要求说，啊，对不起，你按摩要跟我保持社交距离。那各位要隔 1.5 公尺，各位按摩师用什么按摩？他是发气功吗？他是卖气功吗？各位很难的嘛，各位对吧？所以你在这样子的这个疫情底下呢，他就发现他失业的危机。哎，各位真的你要好好想想啊，你一下从十万块的收入归零，各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好，各位。你如果从月收入一万块归零，各位一点都不恐怖，各位真的，因为反正可能就没有什么差别。好，可是你一下从十万掉下来，其实我们虽然刚刚他是非常的非常的轻松的，可是其实葛根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恐慌，非常非常的恐慌。然后呢，家里呢，你每天呢睁开眼睛的那个就都是钱啊，啊，各位对不对？就像前段时间有个笑话。啊，就是有个员工跟老板说，老板拜托你能不能够给我加薪，老板说为什么要给你加薪呢？哦，老板你不知道 我现在啊每个月都有很多的大公司跟我请款。老板就愣了一下，很多大公司跟你请款，我们公司他这些公司有比我们公司大吗？他说老板每一家公司都比我们公司大100倍1000倍。他说笑死人了，他说人家这种大公司怎么会跟你请款呢？你说说有哪几大公司？他说电力公司啦，自来水公司啦，啊，对，电信公司啦，老板是不是这些公司都比我们公司大很多？啊，对，麻烦你给我加薪一下。啊，各位大家都猜不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各位，所以不是说今天疫情来了，然后呢就没有公司来跟你请款，啊，这些公司照样。每天跟你请款，各位请问你有没有危机？各位当然是有危机的。好，我想呢今天呢这个启恩跟小妹呢给哥哥设定这个主题哈，哥哥不敢当大家的北极星啊，但是呢我愿意告诉大家，就是你可以给自己找一个机会啊，而这个机会呢是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前面上台的这些人士人人可为的，好，不管我们今天做什么也好，啊，像有强这么没有梦想的人，各位对吧？啊，对，热爱上班，各位，好，所以难怪他同乡就会满足了，啊，所以有强说你能不能够不要这么热爱上班，对吗？啊，太热爱上班了，啊，但是他就是你看有强也是非常棒，啊，因为他就觉得如果他的另一半呢能够在这个安利事业做到同乡，也就是15%，啊，30万，各位不要说什么。啊，你在现在的这个疫情是不是也不无小补，对不对？啊，所以葛哥也不用跟大家讲的多大，啊，而是葛哥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我们不可抗的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思维。啊，我觉得就像刚刚小妹讲的一样，她说很多人在她的人生失去方向，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今天设定这个主题，其实刚刚葛哥就在底下想，没有人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各位你们一定要相信。好，那为什么他会失去方向呢？不是因为他没有方向，而是他太多方向。大家认同这句话吗？所以失去方向不是代表你没有方向哦，你是有方向的，但是太多了。好，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经常讲一个事，就是说迷，啊，迷失的迷，各位这是一个走的这个意思嘛，对不对？迷就是你这边走这边走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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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多方向了，你迷失了。好，所以不是你没有方向，而是你不知道该上下左右往哪里走，所以这时候是我们人生最痛苦的。好，所以呢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痛苦有两种，好，各位你们一定要相信，人家就觉得说痛苦 不就是只是痛苦吗？为什么有两种呢？各位不一样，痛苦的两种它造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一种痛苦，就是它只是单纯的给你带来痛苦，就像疫情、啊、失去工作了啦、啊、或是这个收入锐减啦、啊、或是你确诊了啦，各位对不对、啊、它给你带来的是痛苦，可是痛苦的另外一种痛，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改变，各位，所以痛苦是有两种的、啊、那各位，我们希望这种痛是给我们带来只是痛苦、啊、然后一直觉得说对自己的人生呢产生迷惑、啊、到底 我就想问大家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啊、各位，疫情来了我们还要不要活下去啊？要啊，各位来，我做个现场调查好不好、啊、疫情来了不打算活的请举手各位没有吧，各位对不对，各位还是要活啊，各位这就对啦，既然疫情来了我还是要活，我不是说被疫情吓死，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想，我既然我的决定是要活，那我怎么让自己活得更好呢，各位对不对，好，不是说我去等待这个疫情过去，好，就像我上一段在另外一个教室的演讲一样，我说其实疫情并不可怕，各位为什么疫情并不可怕，各位你们一定要相信，好，这个疫情呢迟早到后面它会变得就像感冒一样、啊、只是它要经过一个可能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可能不是很快速的、啊、人类这个进化史上已经经历过多少这样子的这个过程了，各位你知道像当年的感冒病毒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死很多人啊，各位对不对，现在慢慢的它的这致死率就降低了、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说 我就在想啊，就像最近很多人啊就是给我的一些讯息呢就是都是两个字叫恐慌，好，就是非常的慌，好，刚刚小妹也讲每到两点就开始看新闻，各位各位对不对，好，那各位你知道我也会看新闻，好，你知道像我意志这么坚定的人，好，这么乐观的人，各位真的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没经历过没见识过的，你知道台湾的新闻我看两个小时后我也会恐慌那你知道吗，我明明有很多的这些，对，我明明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免疫力，对不对吧，因为我很认真吃纽崔莱嘛，对不对，我不只有身体的免疫力我也有财富的免疫力啊、就是因为这个事业给我带来的保障、啊、我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着我的存折的数字一直增加、啊、各位这是真的、啊、但是我会告诉你增加多少、啊、因为说了你们也不太相信、啊、所以我还是回到实际面、啊、所以我就发现我有这么多的免疫力可是我看的新闻我还是不免会恐慌啊，然后后来我自己才想想，就像我刚在前面讲的，天哪，我是从一个每天100多万确诊的地方来到这里的，我居然会被2-3万的数字吓到。各位，这证明一件什么事呢？是人是一定会被影响的。啊，所以我就觉得新闻不能多看，各位你了解吗？啊，真的，你新闻看了以后啊，真的人啊，就是那种，就你就会产生那种集体恐慌的情绪、啊、就是大家你所有的话呢都在聊、啊、你看就是你变得你好像觉得这个已经要世界末日了、啊、各位就像当时的这个美国他采取的是跟病毒共存的这个概念、啊、各位我多少世界各地的伙伴都打来说叫我说哥哥你不能再待在美国了，美国要毁灭了，可是各位到现在美国也没有毁灭啊，也照常生活啊，各位对不对、啊、然后你知道现在美国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各位你了解吗、啊、各位就像以前我们身边有人确诊他就好紧张、哦、那个谁谁谁确诊了、啊、各位的确刚开始确诊的时候是蛮严重的、啊、然后呢但是都好了，就是我听到的这些例子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伙伴们都好了、啊、因为就是自己都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嘛，在我们这边学的健康的概念都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啊、怎么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而且各位是什么例子都有哦，老老少少都有，有年纪长的也有年纪小的不能打疫苗的、啊、还有那种就是有慢性病的，各位有严重慢性病的
都好了啊。各位，当然哥哥今天讲的只是我身边的例子，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说哇，那我们的这个营养食品就是万能的。我只是讲在我身边我目前遇到的这些例子啊，各位你晓得没有一例没有好转的，各位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上次在那个教室讲，大家都笑得半死啊，就是第一次听到说啊，那谁谁谁中了，那我们就很紧张，对不对？后来发现太多人中了，我们就不紧张了啊。对，所以你要习惯，各位你要习惯，以后你身边会不断的听到谁谁谁确诊了，谁谁谁确诊，会刚开始都很紧张啊，各位之后就不紧张了啊。各位，这个跟失恋的原理是一样的啊，第一次失恋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的，对不对？对，我都不相信你失恋十次之后还哭得死去活来，啊，对，是很有盲目，我就这样了解吗？啊，各位这是真的。啊，然后呢，就有一个伙伴，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是，就是我们这个环境第一个中的，还是个年轻人哦，啊，然后呢，中了他就好紧张，就问候他，然后一个礼拜就好了，啊，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就是哥哥回来台湾之前呢，他又打电话给我说，哎嘿，好，各位，这不是吴宗宪吗？他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他说，哈哈，哥哥，我又中了，又中了。好，各位，就是他做聚会嘛，做聚会中了，全部那场聚会的人全中了。好，那各位，那我也已经就是处变不惊了，各位你知道吗？我就说哦，那怎么办？啊，哥哥没事了，我们就大家就回去呢，休息三五天就好了。啊，各位，然后果然三五天之后，他说哥哥好了，就是这样。啊，对各位，所以我们台湾人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各位你知道吗？啊，在美国呢，现在人家都不是问你有没有中，是问你中几次。各位知道，所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样讲完以后，我们就觉得就不恐慌了。都这样了解了没？哈，因为哥哥提供的是我身边经历的这些资讯。那所以各位，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说现在不管说你坊间你看新闻什么样这些防疫的这些东西。啊，其实你自己找到那个逻辑就知道了。啊，就是大家你就要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了嘛，对不对？对，我问你，当你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你不只会病毒找上你，什么东西对你都会有影响，各位你说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认真的学好这些健康的概念。啊，我们缺什么补什么，各位其实都不用太过于担心啊。那至于你说是不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切都做好了就一定百分百呢？各位，这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各位对不对？啊，没有一件事是你做了你能够百分之百做的，但是你做了一定比不做要好。啊，各位就像有一批人是坚持不打疫苗的。啊，那为什么我会选择打疫苗呢？啊，当然不是说打疫苗就百分之百不会中啊，但是我们看大数据嘛，各位对不对？其实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放大了来看，然后再缩小到自己身上啊，就是我们放大来看，发现打疫苗的人跟不打疫苗的人，的确是大数据来说，不打疫苗的他的感染率会比较高，各位对吗？然后另外一个，打疫苗跟不打疫苗的人，他的轻症的比例会比较好，会比较高，所以我就选择打疫苗，各位对不对？啊，没有百分之百说你打疫苗一定会怎么样。啊，就像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生活作息健康，不代表我们百分之百就一定不会中，但是至少大数据来看，我好好照顾自己，生活作息正常，然后运动，吃该吃的，我感染率一定比那些不好好照顾自己的人会好一点。同样人生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啊，不一定学习就一定会成功哦，也不一定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哦，但是大数据来讲，有学习有努力的人，他的成功率一定比不学习不努力的人成功率要高。所以各位，我们要不要学习？我们要不要努力？各位是不是要？各位对吗？哦，就像呢，今天哥哥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呢，想跟大家分享啊，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大家要解除自己对疫情的这个心态。好，所以大家知道防疫，我们不是要防这个疫情，因为你怎么防
你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防，就是防得住的。好，不管你再怎么做，刚刚哥哥在前面讲的这些，啊，各位，就是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啊，就是说疫情它是不会过去的，这个疫情是不会过去的，它病毒它只会不断的变种，不断的变种，不断的变种，最后就变得跟人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对感冒病毒是一样，啊，所以大家就是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不要有等待疫情过去以后我再做什么。各位，疫情是不会过去的，啊，是我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对吗？好，我们疫情来了，我们仍然想活下去吧，对不对？想让自己活得更好吧，想让自己的人生我能有多精彩就多精彩吧，对，各位对不对？好，太多的事情了，就是我们都 还没有体验过了，我们不能够因为疫情停下来，各位对吗？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想，那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好，我们既然是防不住了，那我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防止自己有所谓的疫情心态。各位，其实疫情本身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面对疫情的那个心态，好，就开始消极了，就开始将就了，就觉得说，哎呀，等一等吧，等一等吧。啊，各位，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你觉得你在家里等会等出个好结果来吗？对，各位对不对？啊，各位在家里是不是就是等死，对吧？啊，有人讲说那哥哥出来不是找死吗？啊，各位，那左右都是死，我觉得找死比等死要积极一点。各位，就是找比等要积极一点。各位，我等爱情来，跟我去找爱情哪个比较积极？各位对吧？所以你觉得这思维就很棒，各位对吗？啊，我就觉得找比等要好一点，反正都是死。各位对不对？为什么不让自己积极一点呢？我死也要死得积极一点，各位，何况你不一定会死嘛，各位对吧？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要等，啊，各位不要等，啊，就是我们不要被疫情困住。就当疫情来的时候的，我们是选择被疫情困住，还是选择透过这个疫情让自己脱颖而出？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想法。好，哥哥今天不会再告诉你们说，哎呀，我们这个事业有多值得做。各位，我们这个事业值不值得做？今天已经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了，太多太多成功的事实了。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的那种心态，我们对疫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我们是等还是走？啊，如果是找的话呢，那各位恭喜你，疫情仍然存在，但是你会透过这个疫情让自己越来越好。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当疫情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身边，如果我们有在做推荐分享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变得比以前容易多了？各位，这是真的。啊，各位，比如说以前当我在跟人家聊健康的时候，很多人是爱理不理的。各位真的，好，就是健康，我很健康啊，我觉得我很好啊，啊，然后当然，因为我们讲话也不会就是那种哈，怎么就是去吓人家或是什么，我们还是会讲一些观念。但是当你在讲一些健康的观念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呢，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健康啊。我们说我们要投资健康，对不对？啊，房子是后面那个零，车子是那个零，什么什么，那健康是前面的一倒了，后面的都无所谓了。各位，他也没有被吓到哦，对不对？他觉得我这个一就是会站得好好的，就是不会倒，各位对不对？啊，各位，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都不在乎。可是这两三年跟人家聊健康，有没有很有感觉？有，各位超有感觉的耶。啊，各位你知道，我有几个客户啊。以前跟他们讲的时候呢，都爱理不理的，啊，现在是会主动会跟我联络说，哎，哥哥现在疫情了，要吃些什么？会主动会跟我，然后我跟他聊完以后呢，其实我就是跟他讲个观念嘛，我说非常简单啊，比如说面对面的时候，大家都出来，比如说他是上班，哥哥就跟他见面啊，然后就会聊这个，他就说，我就说。哎呀，那你们现在上班怎么办呢？你们吃饭啊，不是大家到脱口罩？说对啊，那哥哥那没办法啊。
就是这样啊，哦，你看那天又有同事怎么怎么样了，哦，我说对啊，我说你看不上班也不行啊，各位对吧，哦，不可能说疫情来了老板就不让你上班的，哦，你仍然要上班。他说是啊，其实每天出来啊，出门都非常的紧张，哦，然后都很恐慌，然后特别是那种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紧张，各位你知道吗，哦，就是 有的妈妈就跟我聊说现在就在等 BNT 啊，因为觉得小孩子打 BNT 是比较安全的，对不对？然后像小孩子每天出去呢，就哇，就像我那天看新闻，哇，你看，像真的就是这种疫情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就是观念的话，真的你会觉得哇，就是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各位你知道吗？啊，就是觉得连小孩都不要生了，对，这是真的，因为小孩你又不能打疫苗，对不对？然后 你出去上班，你又不能够把小孩一个人放在家里面。各位不可能的，各位对吧，哦，你想放在家里法律也不允许你放在家里，各位是吧，对，各位那也是会被罚钱的，各位是不是？然后又不是说家里每一个就是你都有老人在照顾，然后 你不管请谁照顾他都要跟外界接触的，哦，就像那天我看到像那个托婴工那个托婴中心的那老板苦得要命，哦，因为太多的父母是自己上班然后小孩子还在托婴中心的，那小孩子又不能打疫苗，对不对？然后一张有一个确诊，那个整个托婴中心就要停下来，对不对？然后停下来，然后比如说那个员工确诊，然后呢，他也是要停下来的。然后停下来之后呢，他就有将近20天是不能上班的。可是你知道老板很可怜，你晓得吗？啊，因为你员工是确诊不上班，你薪水要照付哦。各位，你了解吗？啊，他说，所以只要有一个就完蛋了。他说根本开不下去。啊，所以太多的危机了，就反正你总而言之，你如果每天你看新闻哈，你听到这边就觉得哎，真的日子过不下去。可是你有没有觉得看到我们这群人都很欢乐，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就是从疫情当中脱颖而出的。啊，各位，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跟人家聊天，他人家特别能够接受这种观念。啊，就像哥哥刚在前面讲的，你仍然要工作，你仍然要上班。对吧？所以这时候 你怎么办呢？你就是只有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然后你要怎么吃要怎么吃，哇，然后他就会呢就会一直问你，那我吃了这个还要再加什么，我吃了这个还要再加什么，你就变得很容易讲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啊，然后现在太多太多的人呢，就是他需要第二份收入了，就是刚刚我们博瑞讲的被动式的收入，各位是不是，啊，不是只是他按摩的这个行业遇到危机，太多的行业遇到危机了，哥哥上市了，啊，就是太多的人呢，因为他就急需要第二份收入，啊，就是他的公司比如说以前他卖什么卖什么，然后他会有业绩加成的，现在都没有东西可以卖，所以他就只能够靠底薪，然后靠底薪呢，他就只好就是把自己的车子呢就拿来那个，我那天做这个做一个这个司机先生的，那我就听到就觉得很惨，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他就是失业，然后失业以后呢，他就觉得说那他还是要找一份工作啊，但是现在你找什么工作都一样，然后他就决定呢就自己去开 Uber， 他就去打听，然后就打听就听到说哦，开这个好像还蛮赚钱的，各位你知道哦，他居然就自己去贷款买了一部车。贷款买了一部车，然后呢就自己开 Uber， 然后他说先生你知道，他说刚开始啊第一个月我真的觉得好好赚哦，啊，他说他第一个月就赚了8万多，哇，啊，然后他就算了，他说车子呢这个每个月啊就是七七八八的这个支出大概要2万到3万差不多，啊，然后他就说扣掉这样子我一个月还有5万块，我说那不错啊，然后可是他说可是我现在很惨，各位你知道他那一天是礼拜几在我的反正不是假日，他就跟我讲，他说先生你知道吗，我开礼拜1到礼拜5，好，这5天你知道我每天接几单吗？各位你很难想象，他一天居然只接2单，一天只，对，我待会告诉你为什么，好，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对不对？一天只接2单，所以那天他再到我的时候他好高兴，他说先生你是我今天的第一单，
啊，一天只接两单，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把原因讲给我听，他说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就是计程车，啊，他说因为本来就是跑一些路线呢，计程车本来就比 Uber 的司机要熟，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嘛。各位，你开 Uber 你是业余的，各位你这样懂吗？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句话讲说，不要拿你的兴趣去挑战人家的饭碗？各位就是这个道理。你只是想兼个差，拜托呢？他们都知道跑什么地方会有人，会有客人。他说，可是我是不知道的。啊，他说这是第一个。然后他说，接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跑下来做 Uber 的人，就是开 Uber 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呢，就是你开始单就被分流掉了嘛，各位对不对？然后呢，他后来讲了一个哈，各位，因为我不知道了，因为他说这是他猜的，因为我怕讲了会对 Uber 这家公司会有影响。啊，他说他猜的，他几个同行都一起怀疑。我说你怀疑什么？他说好奇怪，他说你知道吗？我有几个同行跟我都是差不多时间下来的，都是第一个月可以赚八九万。他说单接的很多，他说可是两三个月之后呢，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到单。他说他猜了，他说猜公司呢有某一个系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是新人，他就把单都派给你。各位，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新人跟老人，你接客人应该照理讲是说谁离客人越近你就先接到那个单，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是新人，各位如果稍微懂点科技的人知道，这在后台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对不对？你只要把某几个人的那名字输进去，就是他就会先接到那个单。各位你了解吗？所以他说我猜是这样子，他说因为他身边有好几个都是跟他一样的，就刚开始都觉得好好赚，然后拼命推荐身边的人去开 Uber。各位，可是全部都是开两三个月之后，各位你想想看，他每一个月他的基本的支出要三万块啊，可是一天只跑两单，他说亏得要死，各位没有办法啊，就是这样。然后呢，你那个汽车的贷款呢，你也仍然是要付的，好，仍然是要付的。好，各位，我在想他当时呢，他一定没有想过后面的结果会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就当然各位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说，哎呀，我要把机会给他。可是各位，你看人的思维就是这样。他说：“先生，谢谢你哈，啊，等我呢把这个车贷还完以后呢，我再去了解一下。”喂，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各位对不对？他说因为他晚上要开车。好，所以各位，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人的思维就是这样，所以你的思维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是什么，各位对不对？那就像我刚刚讲我们有强一样啊，所以他就是因为很热爱上班，所以就没有梦想，是吗？有强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那么热爱上班，你就会变得很有梦想。啊，因为你就开始就会让自己，你的思维不会只是固定在上班的这条路上，就像小妹刚刚在前面讲的那个农夫找表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当你遇到疫情之后呢，其实这时候呢，你就是不要乱，啊，就是不要紧张，不要说哎呀我出门要怎么样，哎呀我那个要怎么样。各位，我要活下去啊，对不对？我仍然要生活啊，对不对？啊，因为我就算我不出去也每个月都有大公司跟我请款嘛，各位对不对？不是说你不出去这些公司就饶过你啊，如果饶过你就算啦，各位，但是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仍然要有收入啊。而各位这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掌握健康的话题有多么的吃香，你是有多么的受欢迎，各位对不对？啊，你用业余的时间，啊，今天我们好好的我们来了解这个机会。刚刚企业也跟哥哥讲说，哥哥真的现在你都不要跟人家讲说做到文章，做到同章人家就很愿意来了解。啊，各位你只是用业余的时间，对不对？啊，像我们玉文一样是吧，啊，
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爱情放在第二位，各位是不是他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事业？各位对不对？各位这个事业怎么做哈？我相信呢，你都有你的推荐人，他会教你怎么经营，因为每一个过程你的推荐人都走过了。好，但是哥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不要有所谓的这种疫情的心态。好，我们要知道，其实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所要选择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方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而是我们要掌握健康的这个话题。好，各位，因为疫情不会过去，所以换言之，健康的这个话题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大家了解了吗？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疫情不会过去，所以你只要掌握健康的这个知识，你永远在这个疫情当中，你就是最受欢迎的那一个。就这么简单。好，然后呢，疫情不会过去，因为会因为这个疫情，各个地方政策的不同啊，就是你都会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就是被隔离啦，被框列啦这种机会，各位对不对？啊，因为就是哥哥讲的嘛，之后你就要非常习惯，哎，那谁谁谁又中了，那谁谁谁又中了，啊，各位你会麻木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哈、啊，我不是预言家，但是因为这些事都在我身边发生过了哈、啊，所以各位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很紧张，之后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啊，之后或许你自己也会中。啊，各位不用恐慌啊，各位不用恐慌，中了就中啊。你以前感冒中了，你会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呢，这个跟感冒不一样的是，医生就不看了。啊，医生也不太敢看，各位对不对？啊，以前感冒了是看医生，对不对？啊，现在这个跟感冒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中了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啊，轻症就不用看医生了，因为医生也很怕你，各位对不对？啊，你就自己在家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啊，各位，大概就是哥哥的这个经验，三五天，一个礼拜，很认真，基本都是 OK。就这么简单，不用恐慌，不用恐慌。然后你知道中了有个什么好处，你晓得吗？就是你再也不要害怕新冠了。对啊，因为你免疫啦，各位，多棒啊！各位，与其你现在每天都害怕，会不会中，会不会中，不如让他中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怕了、啊。各位，你不要笑，你不要笑。我们现在在美国，一群人都是这样子的想法，赶快中吧，这样子要每天出去都提心吊胆，就中嘛，中了好的之后就不要怕了嘛。各位，你说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啊，各位有没有发现，第一次听到聊新冠聊得这么开心的，大家一点都不恐慌。各位，这就是思维，这就是想法。各位，这是真，我不是开玩笑，是我现在身边真的有一群朋友，因为我们就有人中了，啊，然后中了就好了嘛。他好了，他就比我们所有人都自由，因为他觉得他免疫了，对不对？真的就有点说，赶快中吧，拜托，赶快轮到我中吧。啊，中完几天之后好了，我出去就不用害怕。各位，这是真的啊。与其等待他，不如主动出击，各位是吗？那当然，对。啊，各位千万不要说，哎，那哥哥你这样想，出去就脱不口罩啦，大家就开始该咳嗽的咳嗽啦。不是，各位，防疫还是很重要，防疫还是很重要，因为现在中了最麻烦的是什么？是你要被隔离。各位，我是不怕中，但是我就是很怕中了被隔离。啊，隔离我就不能出来见你们了，这是我最害怕的。那自己一个人关在那边，然后虽然知道自己会好是 OK 的，但是不能出来，实在太闷了。真的。所以这是我唯一害怕。如果中了不隔离，我就不害怕。啊，但是你们就会害怕。因为中了你还够惨，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各位真的，大家就是当你们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你就突然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变得不一样。各位是不是？啊，各位，安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业。啊，这个美好的事业呢？啊，刚刚我们前面几棒的人都分享过了，啊，他也会给你带来所有你很想要的那个结果，啊，可是哥哥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哥哥在前面讲的这一段，当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啊，如果今天我的这个想法突破了，各位现在
正是我们可以出去大力推荐大力分享的时候，因为这是这个疫情是我们身边现在所有的人没有，我们身边的这一群朋友从来没有一群人是这么需要健康，从来没有一群朋友是在这个时机是这么需要机会的。好，所以都不用讲到营章，你只要讲到同章，他一定都会愿意来做。好，各位你看我讲刚刚的那个例子，他愿意贷款去买部车，各位这样子他都愿意去，然后现在只剩两单他还要拼命的去开，他希望能够开出奇迹来。各位我觉得真的奇迹很难的，很难开出奇迹来的，那没办法，因为他自己他就习惯了这个思维，他就觉得他的好像人生他只能够靠他的慢慢慢就自己还自得其乐，然后我一直要告诉他这个事业的机会，他就说哎呀我就适合开车了，那你也明白，各位你说对不对？但是人是多的是，各位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听葛哥这样讲完以后，我突然就觉得好轻松啊，对不对？突然就觉得疫情好棒啊，各位对不对？是不是各位是不是真的很棒？脑袋就清楚了，对不对？啊，你就不会再去选择开 Uber 了吧？啊，你就说哥哥，我不开 Uber， 我去送 Uber E， 跟我们是一样的。就不要在很多方向迷失了，好不好？啊，各位就从现在开始，你就确定人生就是只有个方向，好好的做安利可以吗？很认真的做安利可以吗？好的，好好的认真的做安利，安利会给你所有一切。你所想要的结果，好不好？好，只会越来越好。真的，哥哥这几年的这个，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越来越好。啊，反而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少了。各位对不对？啊，各位真的，你知道我这两三年工作量少很多哎，少非常多哎，然后安利还蒸蒸日上哎，好讨厌啊！啊，各位，你去哪里找这么样子的一个生意啊？各位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但重点你相信吗？各位一定要相信，好不好？好，啊，因为你们都能相信 baby 了，为什么不能相信我？那你都能相信不想当总经理的都当总经理，为什么不相信哥哥呢？各位你们再一定要相信我，好不好？好，各位，安利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因为所有的本事都是我原本就会的，啊，都是我日常生活我本来就具备的这些能力，各位对不对？洗头洗澡刷牙这是我日常生活本来就具备的，我来安利我不需要再学另外一种能力，各位是不是？啊，我们就是换一个思维，就像哥哥经常讲的这么一个例子一样，我们每天都在消费，啊，各位你知道我们每天都在培养很多的富翁，各位知道吗？知道，大家都知道吧？对啊，各位 你知道你培养出世界首富你知道吗？真的，如果你手上有苹果你知道你就培养出乔布斯了，各位知道吗？各位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们每天都在消费，但是我们是成就的是别人的，可是你今天你在安利好现在才听懂了是吧？玉文啊，对吧？是不是？嗯，对啊，如果你有在那个亚马逊买东西，你也培养了那个叫做什么啊，贝伦斯，对，你看你看两个世界首富，那个如果你有淘宝，对不对？看那个有强就做淘宝，你知道马云就是有强培养出来的，对吧？了解吧？你看有强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了不起的，各位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培养出多少的世界首富啊，各位是吧？啊，各位，那所以说，可是你都是成就别人的，你换一个想法，业余的时间来安利。你原本就具备这些能力，啊，可是你来培养自己完成自己的梦想好不好？啊，我相信呢，当然来安利呢不是只是只有这些，啊，你看就像我们 David，啊，如果说他今天呢他为了钱呢他觉得，我相信以 David 他这样子的这种花钱方式呢他应该是可以不用努力赚钱的那种，啊，对不对？他刚才已经说了嘛，有一块花一块，对不对？有一百块花十块是吧？对于是这样子的，可你看他花的多有品味啊，对不对？所以花钱很重要啊，对不对？所以我相信 David 现在不用做应该他都生活的都会很快乐，
为什么他要来做安利呢？因为他觉得来这边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好简单，对，啊，不需要勾心斗角，啊，因为我们 David 是最不喜欢勾心斗角的，所以他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不会跟人勾心斗角，所以他最 safe 最安全，啊，就不会被他整。所有勾心斗角的都彼此把彼此勾心斗角都斗倒，对对吗？我们就是喜欢人与人之间这种很简单，就是我不要去猜，我不要去防，各位对吗？啊，然后我们跟这群朋友在一起，我们每天啊都在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哈，啊，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社群。教别人如何更健康，教别人如何更美丽，好，让他越来越好，在他越来越好的同时，好，我们又能够跟他们变成一辈子的朋友，好，然后我们也跟着越来越好，对不对？然后最后就能够做到像小妹讲的，从买菜自由，食物自由，对不对？我想买一根萝卜就一根，买两根就两根，对吧？好，到最后国籍自由，好不好？啊，到最后国籍自由啊。其实哥哥这么多年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能够在安利就是做到这样子啊，我就觉得我就是看重点，然后没有想很多啊，因为我看到行业的，我就看这一点。就像哥哥刚才前面讲的，我们什么东西先放大了看，再缩回来到自己身上。我们看大数据嘛，各位对吧？就是我看过太多的人都来留下来了，没有看到在这边成功的人走了。好，各位你看，就像 David 他在传统事业是不是成功了？对，成功了，但是他离开了，他留在安利里面。可是我没有看到有在安利成功的离开了去做 David 那个位置。我到目前为止，我做安利30年，我没有看过这个例子。好，我希望 David 可以成为第一个。David 你愿意？对，不是，我就说你愿意这样子做吗？对啊，就可以。所以你看，总经理就没有笨的，对吧？所以你知道说，我才不会呢，我在这边成功了，我才不会再回去做总经理，对不对？所以对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想呢，啊，今天呢，整个就最关键的就是跟大家聊这个，好不好？好，啊，然后接着下来呢，教室各个专业班，大家一定要很认真学啊，各位每一个人如果安利要成功的，你一定要先找到自己在身边朋友，你配是在哪个位置？你给自己的定位啊，我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健康的这个管理师啦，啊，或是我是他的这个形象大使啦，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我们都要给自己做这样子的定位。如果我们要把安利做好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一部分的能力要学好，好不好？啊，你看，就像我们博瑞啊，他自己是不是他因为他自己做那个按摩的。他马上就把自己定位，我要跟健康要在一起，各位是不是？好，就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位置，你跟人家你才有话题可以聊，对不对？那玉文就是美容嘛，对不对？就是你一定要找到有一个这样子的能力，然后从这一个能力，它就变成你在安利的一个支点啊，就像有个谁讲的哈，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把地球翘起来。阿基米德这样好 ，OK， 阿基米德。好，所以各位在安利里面也是，你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专业啊，什么都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啊，那然后呢，你再透过教室跟这一群朋友这样子的合作，每一个人我们就都能够在这个事业里面成功，好不好？好啊，所以哥哥不是你们生命中的北极星，好，啊，但是如果你们好好认真的做安利的话，你就会是你自己生命中的北极星。啊，那今天呢，我这个分享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